陈一发叫诱惑，看现在的特忙，早上好，应该是中午了啊，还在一直叫早上好。看你开直播吧，这么高兴，心情这么好。对呀，一开直播有人跟我聊天，有人跟我说话，有人跟我送礼物，我就开心啊，我就快乐呀，我就高兴啊。房舍在古代是皇家专用，对呀。有好多哥哥喜欢两个平台一起跑，